我告诉你哦，快过年了，年夜饭桌上一定少不了一条鱼，寓意年年有余。一条处理干净的鲈鱼，背部两边各划一刀，尾巴两边再划一刀，这样鱼就能立起来了。放小勺盐、白胡椒粉，搓一点葱姜汁，给它全身搓一遍，摆入盘中，水开上锅蒸8分钟，出锅摆上葱姜丝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饭店大厨都在用的白灼汁，味道真的很惊艳。浇上热油，上桌啦，鲜嫩又多汁。